越野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或是开着一辆牧马人穿越小道，或是和三五好友开车穿越西藏，或是挑战极限穿越无人区，这些都是喜欢越野人所向往的生活。相信每一个越野人都有个仗剑天涯的梦想，开着自己的越野车，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，用车轮寻找大地每一处绚丽的风光，经历感受着旅行带来的一切，宠辱不惊，从容地享受生活的美好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国语一台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越野车友是生活态度。